多米尼克是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国家，也是中国在该地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，也是好伙伴。中多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。中国援助多米尼克的农业专家组和医疗队写下了两国友谊的佳话。中国援建的医院、公路、体育场等项目见证了两国友好合作。中方愿同多方一道努力，把友好关系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动力，来推动啊中多关系收获更多的成果，更多的造福于两国人民。